我有一句，别再哭泣，不要伤心，请你相信我，要站在我的爱，陪你永不离开，因为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，听我说声我爱你。Ken， 紧张啊！我看他的眼睛一直在抖，一直在眨眼。我刚开始出道的时候也会这样，会吗？会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，脚会抖。嗯，然后后来就把那个抖变成那个舞蹈的动作，就开始跳，我就看不出来了。哦，演示的很好哦。所以呢，四位表现得很好，来一字排开哈。现在我们的 JJ 呢有一个艰难的选择，怎么样四选一哦？你觉得谁是唱的最好的？今天刚好都是男生了。对啊。对对对。为什么没有女生？我们没有参加哦。打不通热线啊。热线 line 对不对？啊，对。没有，今天刚好是男生，我觉得大家就比较能够去看得出来，到底哪一个比较像，就要看像，对不对？像，从各个方方面面呐。造型啦，大家知道就歌声啦。那先听一下大家的反应好不好？好，